他在录。对对对，就这样。哎。锅盖拿掉。我想要帮他剪光头。输过了，来剪光头，可以剪吗？应该不行。欸、看，哦，可以看嘞、欸。可以看了。这张图很好，这我帮他打扮的，很好看。可以帮他剪吗？不行。不然我装水给他喝。去别家，去汉堡店。嗯，我想要玩，这是我在玩的。哦，这你在玩的哦。好，不是啊，你可以去很多店玩哦。汉堡店。吃薯条。全部都可以动，很好。打水可以吗？我拿东西给你们吃哦，拿试试。我刚刚剥掉的这个。人太多了。我没有玩啊。
好好玩。哦，它吃掉了。哎，你把它叫死。小可爱吃的啦，很讨厌。别小可爱。哎，你也在玩？来我家。哎，这边做大电头，我现在才发现。那如果……哎呦，你看，你看你，你按那个键，它录影。大电筒，哎，真的，你看。你在放什么？睡觉了？我睡着了。哈哈，我睡着了。哦，我不要困汉呐。厦门，厦门这边在电没有。阿斌，你看，按这个箭头，它会晃。阿斌，你一直看，你一直看我的，只要你按这个箭头，可以晃。嗯。去染头发吧。帅哦！帅哦！上面有没有刻什么？而且，哎，全部人都，哎，我跟你说，全部人，啊，全部人。我要去我家了，我要回我家了。结果我要回我家，我家呢？我记得是往这里走。我家呢？啊，是我家。我看我家。哎，有人物，我小姑。我怎么出去了？要叫嘉文来。那我也很，然后他的小 baby 要这个吗？嗯，这个看起来比较可爱。他们的宠物就要小就要嗯，就要这个吧。你要干嘛？爸爸。你要干嘛？爸爸就这个。6:00-7:00的时候去北投了，接录像会，然后大概7:30还是7:00，开回来，那时候就今天就没有塞车。哈哈哈哈哈！宝贝，你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小宝贝，爸爸就坐在这里。妈妈，妈妈来了。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晚上了，晚上了。嗯，啊。
这个这样很恐怖，很多小朋友会玩，然后以后就泼，不是解药，就是你每天泼这个、啊，然后有一天你会每个月10万美金。三万几多钱？这么一支多少钱？呀，多少钱？太近了。他才说太近。没有跟阿太说你在玩什么，你叫阿太玩。对啊，你叫阿太玩。彩虹好朋友。阿太说 boss。阿太说 boss。阿太没有，我也读书了。他也没有读书啊，他没有读书。读书在很久。还没，明年才会去读幼稚园。明年幼稚园大班。哎、欸，爸爸，一起操。要玩。玩。明年是5岁。没用。现在是4岁。你不会玩啊。不行啊，太凶了，你打你就他家我这样子拎着老师就会找我好凉这样比去那里好凉啊你知道你想炒吗我现在炒吗好中炒这是刚刚好的好姐姐你这样会烫到腿哦。太小声了，为什么可以睡觉？你看，因为他在玩手机。嗯，你可以啊。爸爸打你吗？会啊。没有。爸爸，我爸打你。你要诚实，有没有？我爸在打你。我呀，我呀，妈妈呢？妈妈有没有打你？在那个世界里面，基本上你打你，我打你。你先先打。哇，你长高了。爸爸跟你讲话，爸爸有没有打你？终结者。你看，问你问题要回答，爸爸好。爸爸会关机哦。爸爸会打你。啊，他这个可以。有啊，爸爸会打你。妈妈呢？妈妈也会打你。妈妈有没有？他是要骂。他要骂，那爸爸呢？你那我以后不会开机了，我卖不卖？快用一搞，我爸有没有打你？有有。那以后就没有卖坏了。爸爸会不会打你？我很气呢，我很气呢。你要说有打就不买东西给你啊？没有啊。
他在玩电动。哦，给他玩，他就聪明哦。就没有。没办。你为什么教小孩说话？对啊。我没有教啊。他没有教啊。你为什么威胁小孩？我没有威胁啊。弟，太亮了，太亮了，你看我脸，你看我脸，我很亮，太亮了。你在等待什么啦？你笑这么多。等一下，把有的事情交换。条件交换。对啊。帮我打球。啊！怎么都没有女生的？太近了，哎，他在下载，在等啊，你先关掉，让他跑。这样投进去会变成长颈鹿。这边有没有超商？有啊。对啊。这边路口就是超商，然后过我们的学校这个来。要走？对啊。还是要开车？对啊，要走吗？你跟他去走。我想说你们两个要去约会。没有啦。要手机吗？啊。我想说要寄点什么吗？好。寄点什么吗？嗯。早上啊，七点出门，快差不多。送回来，送回来。七点开车。你看，你太累。习惯拔罐，这时候就你知道吗？拔罐，拔罐啊！知道吗？你可以买有啊，你一定要拔罐，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年纪了，血液循环变差了，然后有当然会有啊，当然会有啊，不然我会头很快就痛了。血会栓住，你知道吗？来，你看你拔。小朋友那么早起不会想睡觉吗？应该会吧，他想要差不多，像大人一样，对对对。结婚吃饭前那时候在说，想说他在想说我。你要什么表情啊？结婚没什么表情。因为你现在要跟这个对不对？然后家里刚刚那个最近的人，是有做一些玩游戏的，是吗？就是你有录一些你玩手机的，就是小心点。我该也是，小心点了，我刚刚我们还在吃了。小心点了，我吃了。这样是说什么？这样是说他没说。这个衣服。我是。Kilas。我说的现在小朋友是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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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说聪明，聪明，你不对，你聪明吗？对，没错，看学兴趣的话，应该学比较快，有兴趣的，喜欢的才会那个学比较快。谢谢。是玩游戏。我看不要喝咖啡。没有大哥吗？
你说这样子、哦？那我该开始了，想到我看。下面的。下面的，知道吗？看你这。没有。你要干嘛吧？你要干嘛吧？他明明就不在玩那个游戏。为什么？你知道什么？因为从小要听电音。啊？什么听电音？真的，我骗你。不是 rap 会变口齿的。口齿吗？有之类的。还有呢？你怎么了？我不喜欢。你买的什么？你买的什么？你发东西？那也太近了。谁抓你？谁抓你？我满了。刚抓我。你在做那个脸型辨识啊？你看窗口。嗯。那走了吗？我去哪？你不知道出去？你没有心啊，算了。我没有心。那你们两个在这边啊？逛啊。好。没关系啊，逛一逛一逛。等等走吧，我们去那个学校操场。可以进去吗？可以啊。军国国中里面。现在可以啊。你是在拿着还没有点燃的烟？对啊。对了，让带妈妈去，我带那个大宝。嗯，把他抄去。什么东西？妈妈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傻。还给我去。快点把门锁住。快锁住门。起来。起来。没有人在里面了。李阳，快点把门锁起来。对，你太近了，你这样，你这么远，这样不能看嘛？你一定要这样子吗？你一定要这样看啊，这样子啊？晨晨这样看到吗？这样看不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他这么近看干嘛？哎、欸，你要说什么？很烫哦，那很烫哦。阿美，快把门锁起来。干嘛？哪里？坐着，爸爸跑过去。对呀。应该没有吧？应该不是刚才的。去哪？那个飞海吧。飞海吧。北投不是飞海吧？飞海吧。什么？飞海吧。快！站姐，
不要那么近啊！其实我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你只要看那么近，你要眼睛不要跑，然后不要戴眼镜，对不对？你有近视了吗？我拿来给你。120公分。对啊。那小一也好可怕。对啊。那我觉得他可能应该，我小就可以。你叫他教了吗？哪里的？他不叫啊。对啊，150的。我155。好酷哦，这个超酷的。你知道现在120？120。哦，大家好。我今天呢？你要在一个城市。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城市。你要让荧幕休息啊！来改造吧。虽然它